二舅，我们是不是在跟踪啊？是啊。那跟踪的原则是不是不让他们发现？是啊。那我们做的是不是有点太近了？你懂什么？只有坐得近，才能看清他们吃什么呀？不对，才能听清他们说什么。 我想好了，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。你回家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这就出发。走吧。啊！去。二当家、三当家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你们认识啊？说你呢。 叫你嘞！叫你，装什么呀？啊，你装什么呀？你以为你 cosplay 一下我就不认识你了？不，好痛啊！放开！你 cos 什么不行？你 cos 一只猪啊！啊！不要动手动脚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老大，我这次有任务要交给你，只要你们这次好好的完成这个任务，以前的过往我既往不咎。 他说什么呢？你忘记了吗？你以前最崇拜的人就是我。靠！原来是个神经病哎！那怎么办呢？我还想问那姑娘，我们师傅的下落呢？切！你们师傅，你们师傅的下落，我知道。啊，天哪！我们师傅在哪儿？刚才跟我的那个女人是个妖怪，她抓走了你们的师傅。 庄的路不在这边，我的儿小。那你想怎么样？紫霞仙子，你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看起来又这么的瘦弱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变成一个很高大威武的妖怪呢？这样呢，我会更有安全感一些。妖怪？嗯，妖怪太丑了。那野兽行吗？像狮子啊、大象、老虎什么的？不行。 我刚做的手指甲，要是变成他们的话，我手会脏的。啊，那这样，你就变成个九尾狐，弄几条尾巴出来，这来一个酷炫。啊！这样你有安全感了吗？这真的是太有安全感了，二兄，他真的是妖怪呀。 这么漂亮的女妖精，你有什么法力？看来得我亲自出手。妖女，还我师傅！师弟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啊！哎，没认错人了。哪认错了？大尾巴都看到了。哎，你们先打扰走了。哎，小心点。 现在是五百年前，我要是买点贵重的古董回去送给姐姐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她看到的话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哼，我当然开心了，我看是什么？我看看，那么人呢？啊，他们两个。 他们听说我抓他们师傅，莫名其妙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把他们都给甩开了。这都是你给我买的，真好。我看看都是什么啊？灯，还没有灯芯。
这不就是最适合你的礼物吗？是你？没想到吧！我已经在镇子上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这次跑不掉。动他试试，你动我试试。是。这个镇子是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，我看我们还是改日换个地方再收拾你吧。收队。吓得我腿都软。哎，怎么掉地上了？干嘛？我的月光宝盒你凭什么拿呀？你一直都在打月光宝盒的主意。你根本就是在骗我，你根本就是想回到五百年后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偷宝盒的事你别想了，没有用的。这宝盒本来就是我的，你凭什么给我抢了？啊？你就那么想回到五百年后？对，我娘子等着我回去呢。娘子有什么好的？你就那么喜欢她吗？你不说我有办法。哎呀，你终于来了，抓紧时间吧，快快快快快！抓什么时间啊？你谁呀你？我这么红你不知道吗？我就是传说中的驰骋三界的蜈蚣精啊！蜈蚣精啊？啊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在你的意识里边。我的生意呢，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有，现在在你的意识里边也有。将来呢，我还准备把生意放在网络上。网络？我怎么想出这么好一个词？回头我要注册我的专利。我问你啊，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哦，去紫霞仙子花了重金，让你用这个笔和纸画出你心爱的人的样子。开什么玩笑？不会画画。哎，以前不会画没关系，现在就会了。这不是普通的笔和纸，你随便画个什么东西吗？给个面子。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？好吧，啊，抓紧时间，画出你心爱的人的样子。在你的意识里面，平常会很贵的，抓紧时间吧。不可能，我不会画，我也不会上你当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个陷阱。陷阱？哪里有陷阱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你忘记了你心爱的人的样子。胡说！你画？有衣服，有发型，就是没有脸蛋儿。哎，我看你忘记了自己心爱的人的样子，是你的心变了。不可能，你给我点时间。妖女，还我师傅！说，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就是你自己画画而已。不可能，绝对是你对我动了什么手脚，我才画不出我的娘子。我觉得你应该要面对现实，你根本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爱你娘子。我爱不爱我不知道，
你一定是跟那个蜈蚣精串通好了。我只爱我的娘子。喂，这干嘛？哎，这干嘛？毛文师傅呀，你跑哪里？哎呀，我都穿越不是妖怪，我是神仙，我可以证明。哎，陆鹏，看见我没？莫非你是青椒、土豆和茄子？哎，还是你懂我，不像你二师兄，连这么有名的第三仙都不知道，笨得和傻子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个胖子，不是个傻子。妖怪也可以变身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不信是不是？是不是不信？来来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真是神仙呀！嗯，哎，想不到你身位还蛮高的。那当然。我有件事情得拜托你们。哎呀，大家都是神仙，好说好说。对对对。哎，六耳猕猴现在已经到了鸡肋山了，他准备跟牛魔王一起联手，先跟铁扇公主分了手，然后就抓你们师傅唐僧，准备把你们的师傅煎炒煮炸烹炖炒，然后慢慢吃。二师兄，怎么办？二师兄，还有什么怎么办啊？当然是去鸡肋山把师傅抢回来啊，笨蛋。对对对。此事关系到你们师父唐僧，务必抓紧时间。知道吗？